他来了，他来了，他接到稿子就来了。大家好，我是祥子。热火108比94击败雷霆，取得三连胜。多特开场命中三分，亚历山大两次突破，罗比篮下打进，贝兹利再中三分，雷霆12-6开局。热火这边邓肯、罗宾逊、纳恩、奥利尼克四记三分扳平比分，之后巴特勒、阿德巴约、奥利尼克攻框，斯特鲁斯三分，热火轰出9-0。不过他们此后四分钟不得分，亚历山大连续突破，穆斯卡拉三分，首节雷霆追到21-23。第二节马勒东、肯里奇、威廉姆斯、贾斯汀、杰克逊等替补发挥出色，雷霆反超5分。之后亚历山大投突传表现俱佳，上半场雷霆54-45领先。第三节巴特勒、奥利尼克发挥出色，但罗比两记三分帮助雷霆保持领先。热火之后打出21-3的高潮，斯特鲁斯打四分帮助热火79-72领先。最后31秒，亚历山大连拿5分，三节战罢雷霆77-79落后。第四节阿德巴约、邓肯、罗宾逊的二人转为热火取得15-0开局，纳恩再中三分，热火瞬间取得20分优势，最终轻取对手。纳恩20分9助攻5板3段2帽，巴特勒15分9助攻，阿德巴约19分13板5助攻，罗宾逊22分7板，奥利尼克11分6板，斯特鲁斯11分，亚历山大27分5助攻，罗比12分5板，多特11分7板4助攻，贝兹利13分5板4失误，穆斯卡拉11分，马勒东8分5板5助攻。 And 他走了，他走了，右下角点个赞，再走啊老板。